我的世界新手应该知道的14个简单技巧。你知道原版 MC 中就能实现鼠标自动连点吗？只需要先按住左键不放，再按下 F3 加 T， 当加载页面完成后，手中的稿子就会自动恢复起来，直到你再一次按左键后，连点才会停止哦。下界中遍布岩浆，还有猎人这种自带火焰攻击的怪物，很容易被火焰点燃。如果你身上恰好没有抗火药水，可以试试用水灭火。我们只需要在装满水的炼药锅上放一个火板门，就能轻松跳进锅里灭掉身上的火焰。如果你有吸血桶的话，问题会更容易解决。雪球自从被取消了攻击伤害后，就变得无人问津了。但实际上啊，它依旧是最便宜的远程武器。当你携带一把掠夺附魔的武器，再去用雪球攻击猎人，丢出的雪球同样会附加掠夺效果，也会造成伤害。相比于更昂贵的弓箭，雪球显然是最经济的选择。这是我在创造模式中常用的一个小技巧，只需要同时按下左键和右键，就可以快速替换面前的方块。即使在半空中也可以生效，能帮你省下很多麻烦的操作。每个人都会合成物品，但合成的速度却有快有慢。比如合成护甲时，新玩家会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合成，而老玩家会一次性放入多个材料，然后瞬间变成一套护甲。如果你想显得更专业一点，可以试一下呢。当你用铜制型药水时，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啊？说明上明明写的是能持续1分30秒，但是使用后却只能持续1分0几秒，凭空少了20秒，这是买到劣质药水了吗？哎，其实并不是。当铜制型药水命中头部时，才可以发挥最大效果。往脚下和身上丢的时候，效果都会打折。下一次用时，记得抬起头哦。从游戏前期到后期，迁移基地是很常见的事儿，再来回跑几十套运输物品，实在太过麻烦。如果是我，就会先去抓几头羊驼。你只需要用绳拴住其中一只，剩下所有的羊驼都会自动跟随，帮你组成一支运输大队。如果你恰好有末影盒的话，就可以一次性装走所有东西。当我们没有煤炭时，通常会用木材作为燃料。老玩家的直觉会告诉你，把原木烧成木炭肯定是最佳的选择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我们有4根原木，共能够烧出3块木�炭和2块木板，最多能容量27个物品。如果把4根原木直接分解成16块木板，共能容量24个物品，仅仅差了3件。考虑到用木炭的话，还要多一步烧纸的过程，所以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直接用木板当燃料才是最方便的选择？村民之所以被叫做奸商，是因为交易的价格通常都很贵，如果不小心碰了他一下，他还会给你来个超级加倍。为了治好他们的黑心，建议啊，先把村民变成僵尸，再用金苹果和虚弱药水治好他，然后你再找他交易，就可以获得很大的折扣。虽然过程有点费事，但相比于省下的绿宝石，还是很值得的。脚手架的加入堪称是建筑玩家的福音，它唯一的问题就是长度超过7格时会自动掉落。如果你还想再往前搭，只需要在尽头放一个方格，就能再往前延伸7格，无限循环，突破脚手架的长度限制。当你从高处跳下时，最先想到的也许是落地水，但对于电脑比较卡或者手速不够的朋友来说，落地水真的没有那么好操作。你可以试试直接开船降落，它能帮你安全的从高空落下，而且100%成功，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。在下界的时候尤其好用，对于早期的 MC 玩家来说，在熔炉里面烧食物是最常见的操作，但在新版 MC 中，你可以忘掉熔炉啦，仅需一块木炭和一些木材就能做出引火，在这儿烹饪食物无需任何燃料，非常经济实惠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用打火石点燃动物，击杀后就能直接获得烤肉。在水上建房子时，得先从水底搭一根柱子上来吗？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只需要在水面上放一个睡莲，它的上下两面都能放置方块，帮你节省大量时间。下次路过沼泽时，记得收集一点哦。木桶在1.14中加入游戏，但作为一个储存方块，它的容量最大只有27格，和小箱子一样，还不能叠加。和箱子一对比，似乎没有什么优势嘛。但实际上，木桶拥有更低的造价，在基岩版中，甚至只需要木棍和台阶，能节省一些资源。它还拥有更简洁的开启动画，视觉效果上打开的速度比箱子更快。最重要的是，即使上方有方块阻挡，也可以照样开启。如果储存的物品不多，木桶是更经济、更灵活的选择。你学会了吗？快去试试吧，啵啵啵儿！